过去二十多年当中呢，他们走访了欧美亚澳洲二十多个国家，就在二十五周年的这一年呢，他们受邀到了印度。其实过去台湾跟印度的艺文界呢几乎没有什么交流，竹泽町打击乐团也成了第一支受到印度正式邀请的台湾艺文团体。在新德里还有孟买的两场演出，猪团的这支微笑音乐大军成功了虏获了印度乐迷的心。打击之王朱宗庆打击乐团成军二十五年，造访了第二十个国家，是艺术、音乐、舞蹈都自成一格、鲜少与外界交流的文化古国——印度。过去行遍世界各大城市音乐厅，但踏上印度首都新德里演奏厅堂，这一步朱宗庆走了一年多。Harvey of Taiwan by Jew Percussion Group。哇，老师，恭喜恭喜！台湾音乐界之光第一次开箱，譬如又开发了一个新的国家，来到印度。从外面走进来，看到海报，跟看到这个海报，心里有很多的感触了。激动，就激动！那种跳动，就说这样的一个演出，就在真的就在新德里，就要展开了。开始我们不了解，我们就列了一个表，我们希望多大的舞台，多宽多长，什么设备。那么后来我们找到一个场，找完以后，准备要来了。后来我们代表处非常谨慎地看完以后，他发现说应该可以找到更好的，所以建议我们再延一点点时间，找到这个。也就是说之前那个尺寸合格，但是标准水准不合格。是，所以他们想说这个台，那这个是新德里面最。最好的一个演出场所，设备上来最好，对，那我感觉很不错，里面包括音响位置好，位置少了一点，我还不错。首都来讲，表演场地其实很难想象，现在设备这次最好来到这个 Kamani Auditorium， 它只有632个。是，不过我从彩排到演出，倒是还蛮不错的，音响啊，位置视线，还有这长这个位置少点，但是它很温馨的啦。不过它在一个专业的表演团体讲，应该是足够的。两天来密集的排练，先克服了一些硬体上的这个困难。是，其实在软体上面也相当的用心安排。是，我想我们到世界各地演出，包括台湾也一样，我们演出之前都做了一些事前的作业，包括我们节目之前，我们刚设计这个场地里面的音响也好，视线也好，灯光舞台配合也好，这里我们都会先做沟通做搭配，再是节目的安排的问题。朱老师其实又要抓紧印度民众听众的心，又要把这个台湾的心跳声带过来。对，在曲目上下费苦心。好了，当然我们在曲目安排上，除了把打击的特色、台湾的特色，以及加上印度里面的一些熟悉的声音来跟大家分享。可以听到了吗？里面已经开始响起音乐了，我们就来听听台湾的心跳声。抓住印度观众的耳朵，朱宗庆在曲目编排上特地把印度著名电影音乐，包括《平民百万富翁》改编串联集结，让印度民众融入打击乐的世界。是一个电影大国，他们拍了太多电影了，很多。那对他们讲，印度人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们把这个电影弄在一起的时候，让他们知道说这个声音他们是熟悉的。但是用打击演出来，会发现说，哎，原来可以这样做。
开始从台上看下去，以为观众很少，而且感觉好像面部表情都比较严肃这样子，有点紧张，可是不害怕这样子。可是我觉得等到第一首演完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安心了。Uncle 去的时候，哇，他们非常热情，而且我们 Uncle 两首以后，我觉得他们还在那边喊 Bravo 什么，我想说哇，我们好，对，可是我们已经要结束了。演出猪团端出了综合曲目，如果说电影音乐是入门款，而其中的经典就包括中国味十足的锣鼓磬，把乐器的魅力，比如说敲棒跟踏脚，这不是耍技巧啊，这个是就在这个其实锣鼓里面是基本技巧，那它是本来就有的，是本来就有的，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肢体的表演，在传统乐器很多这种东西，所以那么我就把那个传统用在舞台上，他们也觉得很特别。台湾的民间素材太多了，从我们的生活，从历史背景，或者从宗教信仰，太多可以取材的，所以我们就在使用这种素材里面就非常的兴奋。只是还蛮代表东方的，对，特别是红色的扇，所以我们从美南买的这个大红扇，然后他们就是代表太阳，红色的油纸伞，这个也是从美容特别定制的。那当然，这个一开始出来也是代表那个火红的太阳，那后来我的角色呢就转换成那一个射日的，对，没错。所以在演奏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对抗啦，对，那。8+7的印度之行虽然艰辛，而猪团这支微笑音乐大军至此成功地把音乐世界版图推进南亚印度这个千年文化古国。